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蜜桃。哦，那我的神灯在哪里？要戳一下好不好？把它变大。来交给我们的一定好不好？交给我干嘛？对，交给你，要不然你要当花瓶呢、喔。我给你钱，我还是要给你任务。钱来，你帮我主持了，拜托。好了，交给你了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这三位是，等一下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懂他们是谁啊？有吗？有啦，对不对？有认得这个脸吗？这是我们的，台湾最美女演员，好不好？她是女优界的杨丞琳。怎么啦？有掌声好不好？我们的摊位在第11摊位，在哪一仓呢？第5仓，在第5仓。你们如果好不好有空，可以绕到后面好不好？我们也有一些 special。哎，我说真的，其实5仓很多，比这边就是更多更有趣。上会不会有点失礼？不会，我们就是要看下去。因为隔壁其实还是有很多旅游啊，在这边是没有旅游的啊，那边有啊，有台湾旅游，是说那边还有那个国外的旅游。对，国外的国外。然后有什么飞机杯啊，什么等等之类，像刚刚那个双穴就是那个五家。那个双穴就在我们那边。我真的疯掉，我看到里面我真的疯掉。我也是看到了里面的里面。我真的疯掉，里面的下面的外面的中空的，真的是轰。然后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？但是要记得先去第11摊、第5摊，先看我们那一摊梦露鱼米油跟梦露蜂蜜糖。音乐最大声就那边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们卖什么？有没有卖什么？原住民的小米酒。我知道我卖什么，我主要是卖互动啊，可以敲我的屁股蛋啊。卖互动，互动。欢迎光临买凤。好不好？可以敲我屁股蛋之类的，好不好？上面有，下面有，中间有，这样。他们下面有两颗蛋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前面有两颗。那你要正面煎、反面煎、侧面煎？可以啊，可以煎蛋哦。好了，我们两个好吵哦，好吵。好了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我们最害怕的，来，屁股蛋。哎，你有卖啥？你们家有卖啥？哎，等一下，在这之前，先分享一下你的 cup， 你的三回，好不好？这必须吧，来，别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麦怎么没声音啊？好烂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三围是34G26、36。哎，声音在哪里 ？Hello， 再一次，我们再给大家一次机会，来，再一次。不讲了啦，哦，有都你们啦，哦，我怎么组织啦，哦，好啦，我们给落雨三围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。